商社系曾安于杨胜培同学设计的食品加热装置热热杯，是利用生石灰加水发热，达到加热效果。我们就是用生石灰加水，然后会产生化学反应，然后间接的加热杯子里面的水，然后就可以热那个杯子里面的水，大概到80到90度。曾爱宇表示，热热杯还可以用在救灾现场。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热热杯用在空投跟救灾，因为它不是只能用干净的水，它也可以用雨水或河水来达到加热效果。救灾的时候，空投你不可能投那些瓦斯啊、火炉的东西，我们是一个杯子嘛，你可以空投下去那个杯子，然后投很多的石灰包，它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个东西。看到妈妈烫衣服碰到纽扣无法烫平，商社系蔡云杰就发明了透视功能的熨斗。烫衬衫的时候会烫到有扣子的地方，就常常要去避开，不然就是会很难烫。我们就设计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凹槽，然后你也可以从上面那透明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你扣子在哪，所以你就可以刚刚好可以穿越那个扣子。然后我们这种是像手机一样可以储存电，然后就是用充电式的。亚洲大学商社系跟视传系参加2014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，共计获得了6件金牌。教育电台记者刘文珍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。